看到好多熊猫妈妈都会去抢崽崽的粉粉，但是萌萌可大方了，不但不抢女儿的，而且还把自己的粉粉分享给孩子呢。不要再说咱们的萌萌不舔孩子了，其实它该舔的地方都舔到的，嘴巴、屁屁都是轮流在舔的。而且现在小妹猪的脑袋还有屁屁的位置已经开始粉粉的了，舔孩子应该也是挺累的，萌萌累得够呛。看直播的时候，她是先舔了孩子六七分钟吧，然后就开始拿着杆子大喘气了。看小妹猪的脸上以及嘴巴这个位置是粉粉的，所以萌萌这样大喘气，应该就是带孩子纯粹是累呀。小妹猪真的很懂事。在妈妈腿边这边趴了一会儿，就直接趴到地上去了。萌萌也是累坏了，跟着女儿一起趴在地上。